喵从巴黎回来了，想我吗？嗯。啊，看齐，哎呦，我也想跟大家一块儿去，可是就我中了奖啊。巴黎超漂亮的，这一对比呀，我们这个小镇子简直弱爆了。哎呦！哼，别管他，散了散了。可别。好，那你们不要守信喽。嗯。哎呦，闪电猫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太想你了。来，亲一个。拿去拿去，这些是巴黎铁塔的纪念品。戈壁、哦，等等，这造型，是蒙查查。崎岖特工队，时空基点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出动吧。戈壁，不怕强敌，崎岖出击。那是，是巴黎铁塔。原本铁塔只是法国世博会为了吸引游客才建的临时建筑，可是它打破陈规的设计和艺术品味，俘虏了全世界的心，因此铁塔成为了法兰西文化的象征，并一直保留至今。别给我乱放图了！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886年，建筑师埃菲尔设计出巴黎铁塔的那一刻。顺带一提，美国自由女神像也是他设计的。不能让巴黎铁塔变成怪怪柠檬塔，出发吧。咕比嘟，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不行，我埃菲尔的设计不能这么普通。不对不对，我想要的是10年、100年后的人都会惊叹的设计。天哪，给我灵感吧！驾！小心啊！喂，快闪开！小柠檬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放开放开！这圆润的线条，奢华细腻的层次，还有浪漫的黄金分割。对，是你，你就是我的埃菲尔塔。完成了！看哪，我的柠檬小天使，这就是我为世博会设计的柠檬塔。眨眨，计划成功成功。谢谢。走，我们去提交设计。是骑士特工队。大坏蛋，他们想破坏铁塔设计。大坏蛋？什么？嘟咕嘟，嘟比咕嘟嘟。对，他才是想要破坏铁塔设计的坏柠檬。哼，谁说的？全靠柠檬小天使，我才能想出这划时代的设计。哎呀，哎呀呀！埃菲尔先生，你要设计的铁塔不是这样的。抱歉，我的设计我做主，谁也别想强迫我。你说，蒙查查，你就是坏蛋，不然本喵看你上火星。找我去难受。哎呀！别管他们，我们去提交设计。好，站住！我
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，有比柠檬塔更好的设计。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完美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巴黎铁塔。无聊。怎么了？不是挺像的吗？走吧。哼，小笨猫。什么？敢笑我？谁呀、糟糕，射错人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坏就坏吧，凯奇，他就交给我吧。哼。这本来就坏给你看。坏呀！傻喵超坏坏，看我的，柠檬分手合体。合作了。嘟嘟嘟，哈哈，好丑！母鸡生气了，动炮开模式，点点点发。走吧，走吧。柠檬塔没了，给我重新设计。行，我画。画好了，怎么样？神喵，我让你画别的。我的设计我做主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正义必胜。艾菲尔先生，艾菲尔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哦，别怕，我来帮你了。刚刚你走了。小柠檬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拜托，我们才是主角。好的，正义大冲锋。球塔下盘不稳，是做工太差的锅。嘟比咕比嘟，苗，为啥写我？没事吧，小柠檬？嘤嘤，这交给我，你快走。不，我怎么能丢下你？等着瞧，我有办法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看呐，小柠檬，这个结构绝对能提高你的战斗力。明白。友情大变身。这鸟怎么有点眼熟呢？上吧，收拾那群坏蛋。嘿嘿，正义必胜。哇，嘿，冲天火箭拳。没有用。小心，我操。光迹追踪，看招。强力钻头，没有，无敌最强就是我。等等，别动。哇，结构简洁有力。底部的拱形不仅没有破坏一体感，反而让整体更为和谐，高扬的动势也变得更加强烈。决定了，我要把它作为设计稿。这才是我要的埃菲尔铁塔。不准，我要柠檬塔。抱歉，我的设计我做主，就算是你也不能强迫我。你生气，大骗子。小柠檬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不，没柠檬塔，没朋友，再来个剑。现在知道谁是坏人了吧？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们了。看在巴黎塔的份上，本喵原谅你了。
闪电猫，艾尔，我们上吧。可是我的设计这么完美，你们真的有信心击败他吗？快停风！打飞你！闪电猫，看招！超频射击！哪里跑？我开机，通天火箭拳！奇趣特工任务成功！再见了，我的柠檬小天使！哎呀，对了，赶快交稿去。我是裁判闪电猫，欢迎大家来到纸飞机大赛，预备，所有纸飞机完美升空，开始滑翔。凯奇的蓝鹰战机遥遥领先，如无意外，他将获得冠军奖品——零食大礼包。没人看到吧？飞机怎么变成铁的了？我闪，我闪！我闪不动了，喵！哎呀，卡住了！别担心，闪电猫，你该减肥了。别提这个，别提这个，我可是有梦想包袱的。奇趣特工队，时空基点出现了，又是柠檬博士惹的祸，我们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静静，这次是什么麻烦呢？可怜我的裁判首秀全被毁了。这次被扰乱的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。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，古人都是用木牍、竹简和笺帛来写字，不是特别贵，就是特别麻烦。柠檬博士竟然敢打造纸术的坏主意，不能原谅。资料显示，蔡伦造纸是在公元105年，中国的东汉时期。出发吧，一定要让蔡伦成功发明造纸术。明白的。时间飞船。奇趣变形，蔡伦掌管的皇宫御用作坊。脚下留情！差点就救不了你们呢。谢谢。干嘛谢我？着火了！快救火呀！我的宝贝库！等等，着火的到底是废品库还是宝贝库啊？喵！总之，先去帮忙吧。把造纸的原材料烧光光！大人，危险！大人，我的宝贝们呢？通天万能术！又是一万特派队！放开我，宝贝们就快化成灰了！不用担心，有我们奇趣特工队在呢。艾尔，闪电猫，搜索附近水源。好，逆转光枪，
开始扫描，那边有三个蓄水井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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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宝贝，放火计划失败。里面到底是什么宝贝呀？这么紧张？咕哔咕哔哔，零食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古董零食吗？哟，不会吧？破碗、破花瓶、破木勺、破香蕉皮，全是废品啊！真正的宝贝一般都留在最后呢。哦，难道这才是？哎呀，好臭，好臭！这是点燃会产生浓烟的干牛粪。牛粪，大人，只剩这些了，蔡伦大人。哎，我们尽力了。他就是蔡伦。完了，柠檬博士估计对蔡伦的大脑做了手脚，他已经变成把废品当成宝贝的傻瓜了。我才不傻，是你们不懂。你们看，这闪烁光芒的破碗，独特气味的破鞋，沉甸甸的破石头，都展现了他们的不凡之处。他们早晚会发挥出自己独到的价值。就怕等到花都谢了，这些废品还是派不上用场。这些材料对于造纸肯定有作用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。树皮、旧布、麻布，都是没有试验过的材料。好了，宝贝们，我们开工啦！哔嘟嘟哔，还能怎么办？谁叫他是蔡伦呢？我们也去帮忙吧。哼，博士。一看你这柠檬样，肯定又失败了吧？快执行下一步计划，绝对不能让蔡伦发现他手里的废品就是造纸的材料。遵命。嘿，柠檬分手合体。是谁扯着我的？金鳌成精了！啊，蒙叉叉！哎呀！周咸鱼味儿，我的宝贝啊！柠檬，看招！冲天火箭拳！挠痒痒，挡挡不住，乖乖反击！糟了，大家小心！放苗过来！还有这招！这溜了溜了！中计了！交给本喵吧！逆转光枪，超频射击！烦你个四脚朝天小乌龟，四条腿会呀会洗洗睡。少着急，秘密武器启动。转起来了，大家快闪开。百变重锤，我枪枪枪！没用没用，看招，保持规规。咕嘟噜，咕哔，咕哔嘟。哦不，才不长大。是晒干了的牛粪和草皮，点燃后会产生大量浓烟。有了，
这点东西就当送你了，反正废品库里有的是。就是那样一大堆呢，蒙查查就算吃到吐也吃不完。哪有啊，别小看大胃王柠檬。嘟嘟，召唤载具把门封上。咕比嘟咕比嘟咕嘟嘟嘟，是时候发挥你们的价值了，宝贝们！终极武器，发射！我们需要一个电风扇。好。风扇来喽！循规大法。好久不见呐！嘟比嘟，等你很久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我救！结束了，通天火箭拳，齐去爆发！齐去特工，任务成功！现在知道我说的没错了吧？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，就算是牛粪也可以成为终极武器。我看谁还敢说我傻？是是是，你不傻，你说的都对，你的智商330和太阳肩并肩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好恶心啊！造纸的材料，我终于找到了！根据分析，这是蒙查查吃掉原料后经过高速旋转才产生的絮状物质，和造纸的流程相似。我们也要向蔡伦学习，努力收集废品呢。喵，这是宝贝，不是废品。笨喵。左边没人，右边也没有，完美。这么好的天气，最适合的就是搞事情了，嘿嘿！等我这限量发售宇宙最强疯狂霹雳谁拿谁无敌超级道具送到，你就等着哭鼻子认输吧，嘟嘟！收快递了！来了来了，我的限量发售宇宙最强！太长不读了，反正很厉害的道具。就这，一本破画本有什么厉害的呀？画在里头的东西，都会变成现实，真这么神？我试试。我就知道忽悠人的。是真的，这嘿嘿，有的玩了。怪兽来啦！拜托，这造型我可弄了大半天，你们就这反应？可你真的不像嘛？嘟比，造型简陋点就算了，关键是声音太没气势了。
看好了，你要投入角色，再凶残点，就像这样。什么声音？警报！警报！中央街道出现大麻烦！救命啊！快上来！快跑啊！不是谁在拍电影吧？抓紧时间，我们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提起注意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瞬间闪避。启动。变身！公主萌萌的触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闪电猫变身！爱的就是力大无穷。当真正遇到危机，让我们出动，强壮胆大，勇敢向前。艾尔变身！消失了，不行，擦
不掉啊！耶！机器特工队，你们输定了！怎么办？这种大怪兽也就只有超人才赢得了啊！等等，有了！变成超人不就能赢了吗？我真是天才！来变身吧，凯奇曼！这个世界由你来保护。哎，等等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凯奇，危险！快戴上变身眼镜！闪电猫，糟糕，忘了凯奇有戴眼罩。等等，我再画一个。嘿，变身！哇，帅呀！这登场帅不帅？隔壁杜。情况太高了，不行不行，我有点晕。拜托，你怕什么？又不会掉下去。加油，别输了，凯奇曼。我知道。好。什么？有超人和怪兽在战斗？说什么呢？给我认真巡逻！平安的过去了，谢谢你，不对，凯奇曼。哎，等等，我怎么变回去啊？谁知道呢？人家超人一般都忽略这一步的。啊！超人！